那紧接下来呢，那我们邀请这位实力派的唱将，那么也是呢，张金出过唱片哦，而且他的唱片呢，哇，我跟人交的袂使播的，因为我播的我就会酸疼，不是尿酸啊，嘛不是痛风啊，这就是我吃好过，啊，拢会对这酸到这，啊酸到这，啊酸到遐去安尼啦，哈，姐夫。姐夫，好久不见，姐夫。哈我就是知影讲吼，一定要含姐夫好久不见一下。我今仔日才有请阮家的姐夫来。阮弟拢叫我阿姐，啊，唔是有一个姐夫啦。姐夫啊，吼，我来隆重介绍我们这位 superstar。那五级不一定要请来的哦，因为我们这位是实力派的唱将，但能歌善舞，筋开腰软，很会旋转。让我们邀请。君的声，谢谢，也把手起看起来，爱情的路口。哦耶！姐夫，姐夫，明早去报头，袂使放炮啦，报头危险的，遐够高啦呢，闪了要安怎？谢谢掌声。